学爱自己的哦，因为很多人不会爱自己，我不懂你们会爱自己吗？你会觉得，其实我很爱为自己的，因为你看我10岁，我就想人生目的，我找到了我就出家，所以我很爱自己啊。可是我也会尽量帮忙人家，不是自私的爱自己。我想到我会让我自己开心，我也是尽量的让人家开心，所以我不会。我很少折磨自己，我没有这个习惯折磨自己。有一些人折磨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好像他觉得，你说他做一个错的事情，他也很怪自己，他不原谅自己。你会碰到这样的人吗？有，他那个事情其实很小的事情。芝麻绿豆，他把芝麻绿豆当成是大事情，他不爱自己。他说他会爱每个人。他会对每个人有那个什么慈爱的心。上次我教这些洋人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的，我就说啊，我们开始就是发慈爱给自己，后来发慈爱给亲爱的人，后来中等人，后来发慈爱给讨厌的人。他说他可以发慈爱给亲爱的人、中等人，可以发慈爱给他敌人，可是他不能发慈爱给自己。很奇怪哦，他不能爱自己。后来我问说："哦，他说，后来问一下，他有做错一个事情，他不能原谅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你们想一下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一个事情，你们不能放得下，不能原谅自己，所以把自己折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把自己折磨到那个程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人生哦，很愚蠢啊。"所以这个是我们讲，这个是一个方式哦。所以有时候你们都知道，我们的手很多能量，你们会感觉到，会啊，手很多能量。所以就是把这个能量把它放在这里了，啊，同时把我们的心观想给它放轻松，放柔软这样。好像爱自己啊，好像你们叫 baby，你们讲抱吗？抱 baby 吗？抱 baby 抱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是不是？小孩子怕的时候讲抱。抱小孩子，打他后面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就像我们抱，好像把自己当成是 baby 这样抱自己这样啊。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OK，刚才所以你们有你感觉到吗？可以。对，慢慢放松。啊，因为最近我也是很忙，所以啊，就会比较紧张。对，你可以有空你就这样的话，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你还是有空的时候，你没就有空看电视。啊，没有看电视啊。还是你在 office 啊，还是教课什么？你是老师吗？没有，我是做会计。会计的哈，会计很忙。就是。OK，所以有空你5分钟啊，你讲哦，放轻松，把自己当成是，把自己当成是小孩子啊。有时候你去想一下，你小时候啊也是很可爱嘛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很可爱的你在这里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爱自己，爱自己啊，可以的。有时候你一直放，你觉得好像很不行这样。有时候你觉得好像不不不不不不，后来就哦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就小孩子这样爱自己嘛。这个很好的，因为其实我们手很多能量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感觉到？没有啊？啊？我们手很多能量，你有没有？其实如果你们这样放哦，你们会觉得那个气势，你把这个气又输回给自己了，这样子，跟那个我们讲 Reiki 有一个什么 Reiki 是一样，就有学过，他们也是我学的这个 Reiki。还有问题吗？可能Sally，你讲一下那个等一下，retreat 的生活啊。等一下，他有问题，我想我们凡人啊，要怎样放下贪嗔痴啊？放下贪嗔痴，主要就是以我们讲贪哦，我们讲贪嗔痴这个，我们讲三个，我们讲是毒根啊哦。它相反的贪的相反就是慷慨心，舍了哦，OK。嗔的相反就是慈爱、慈悲，愚痴的相反心就是智慧。所以主要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减少呢，你就发展了它的相反，所以发展你的慷慨心舍，减少你的贪，
发展你的慈爱、慈悲，减少你的嗔，发展你的智慧，就想通过修定观智慧禅，还是看多一点佛说的什么，减少你的愚痴，就慢慢的放下，因为一下子砍断是不可能的，哦。可是我们可以尽量啊，尽量减少它。禅修可以慢慢可以。可以，因为禅修特别是内观智慧是发展我们的智慧。那我们发展我们的智慧，我们明白很多东西都生灭生灭，我们就不执着。我们的嗔心啊，也是只是生灭嘛。我们的贪心也是生灭，这样我们不执着。不执着呢，我们的就是讲，我们的生活就比较平静，比较安和，比较顺利了。我会跟他学一个东西是，如果减少看破见底啊，见底一定会减少。第二个是你的Facebook很多那个garbage啊，每天订的东西全部啊，你不知道是真不知道是假，每个人看到同一事情。我觉得这个破见底啊，附近还有见底的，是台湾附近。那个语言，那个 Facebook 啊，要少，不然的话更加多。其实我们两个东西都相反的，一个增加，如果一个增加，你加另外一方面，那个就减少。我们讲那是什么秤，你们讲那个秤对吧？你放多一点，这边就轻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你放多重一点，它就轻哦。所以我们的那个贪嗔痴比较重啊，你就增加这边。增加这边呢，它这边就比较轻上来了，明白了？相反，我们做一个相反，这个比较容易修了。因为如果直接修那个智慧禅，比上面比较容易啊。可是如果修贪爱的心、慈爱的心，也比较容易修。如果因为刚才我讲的那个看那个福建福建女啊，因为是我的 family 就有这个问题，我的 family。啊，开那个福建的那个台湾的叫什么字眼吗？啊，我的家人啊，自己人就是看了一个戏啊，就是每次都是那个我跟他们的，我的都对咯，还没有发生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定的东西产生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次都是啊，不加好的 positive 的东西，反正是看了啊，自己会。很想说哦，我的啊，是啊，都对，然后就会做我这样，就会做我这样，每次都是以他这样的东西，那这个是他分主哪分力？所以看戏帮忙还是不看帮忙？不啊，看戏跟影响到他，没有，他们看到戏啊，他们就喜欢这样做啊，他们就想到哦，他们喜欢这样，就是分主哪分力，分力是什么？我很喜欢讲关于那个 retreat 的生活，还有讲做那个 interview 的报告。retreat 生活呢，就是早上4点起来，修到晚上9点，所以大概是整天修，除了睡觉时间不修，其他时间就是修。早上起来4点多到5点，4点多就念经。后来呢？五点四点半到五点多就走餐还是坐餐？后来6点就早餐，6点多。其他时间呢？除了那个吃饭时间，其他东西都要修。走餐就是一个钟头，坐餐也是一个钟头。上厕所啊，就是要关这个意念，要上厕所。走的时候要上厕所，自己又走，这些都要关。开门关门都要关。后来要有什么事情啊，身体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知道。吃饭的时候也要关哦，吃饭的时候要关要拿东西，意念要拿东西，要喝水，尝到的时候要关那个味道，哦，看到东西要关看到，听到东西要关听到。所以修这个内观智慧禅，其实很多东西要关。修行要从早上的眼睛的开始，其实眼睛还没有开的时候。有这个意念要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意念要关，还没有起来，有这个意念要起来，要关，关到晚上入睡的时候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下的时候呢，也要关这个。我们讲身体躺住，还有那个头动那个枕头，就讲躺住动到躺住都要关。所以修行是整天的修，
这样我们整天修我们的正念和定，才有那个力量。我们就讲累积力量。正念呢，我们讲正念好像是好像比如你们煮水了，你开那个水五分钟，后来关了五分钟，又开五分钟，关五分钟，那个水呢不能煮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那个冲力啊。所以我们的那个修正念，我们的内观智慧禅也是正念之禅，所以正念呢要从早上累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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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每分钟每秒每分钟，这样有正念就有定，有定呢就有智慧，就很容易看到东西。有时候那个智慧会突然间来的，好像你走到一半突然间嘣，你明白很多东西啊，明白很多东西。所以有时候像你们这样，你们觉得没有时间了，可是你们在 office 啊，还是在做工的时候啊，可以保持正念嘛？像你现在什么哦，要上厕所啊，要关这个心哦，要上厕所，要拿这个文件啊，要打字啊。后来有时候，这个是身体，除了身体呢，有这个我们讲寿念处，叫寿念处，身受心法。寿念处呢是一切的感受咯，哦，有痒啊，有痛啊，还是什么麻啊。还做久了那个脚痛啊都要关，后来你的心情绪啊，今天老板骂还是什么都要关了，哦啊，今天顾客啊还是要讲哦你做得很好啊，快乐的心也要关哦，所以任何的心都要知道。后来法呢就是我们的六根门都要知道，你们四念处知道吗？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个。